饭店。喝什么住饭店来吃？你看这个是海豚呢。我们会不会被那个章鱼吃掉？那个是章鱼。机甲战队，等一下我要去开战车，砰！攻击！晋级的巨人！神明，这个适合依依看吗？明明是这个适合我看吗？真可怕啊！然后吴心意把手遮住。早知道我也把脚缩起来。哦，那个真的奇怪哈，就一个荧幕让你摇摇椅子这样晃一下而已，啊、就有那个感觉。就是在那个地上。那是一种错觉。开始了吗？还没啦，我要动过呀。老板，可以开始了吗？老板，加速这个，加速一边。加速哪一边？这个。好，这个可以转哦，你转看。这个等一下，哎，这不能转吗？这等一下可以转哦。那你可以看一下转哪一个方向。这个方向。啊，然后。转那个方向，杯子就会这样一直转，一直转。它还可以转另外一边，它也会一直转转转转转，然后就。所以它会自己动。你看，还有好多杯子是空的。这你妈妈最爱的游戏。把自己弄得头昏脑胀，这样很爽。